来，我们再来一个。哈哈，他在那边呢，要不要再来一个？只要它的形体很漂亮。哇！哈哈，要不要再一个？会卖些果子，不要那把子呀，对不对？好多 bubble。好多 bubble， 没关系。不用管，不要老是挂那么多其他的。哈哈哈。专家呢？哇，好远哦！风吹那边了啦，风往那边吹了啦。